家好，我今天呢来到星光三月的日文商品展第13回的。然后呢，今天邀请了比我了解日本的日本朋友来，欢迎阿中桑。这里听说它不只只有商品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在这里。我已经饿了，因为很香的，真的很香很香啊。对，而且它全日本的商品几乎都在这里面。对啊，像我们当初都一直在东京活动，很多地方你也可能都没有去过跟吃过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星光三月让我们来这里吃吃喝，谢谢。现在就来看一下。好啊，那我们看一下。哦，是你最喜欢的一个味道。我看到葡萄，葡萄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那我要一个葡萄的。玛利亚，你再吃掉一下，你都从头先吃还是尾巴先吃？我当然是尾巴。小时候会说，从头开始吃是头脑变好，从尾巴开始吃是跑步变快。有这种说法？有啊，我们在日本从小都这样。也太快了吧！很肥厚哎。对呀，看起来很好吃。那我们一道再给。啊，一道再给吗？先从头吃了。满满的葡萄的 cream， 葡萄 pasta 超级好吃。嗯，阿东上，我吃了甜的东西之后，我很想想要吃咸的。甜点是一个味，对，咸的又是另外一个味，而且我也闻到了，我也感觉到那有热烈的视线，好像跟你是同乡的。嗯，我们就过去看看。很耐吃吗？对对对。哇哦，真的太假了。柚子烧的呢？柚子烧。日本的每一个女生都一定会做。日本から来られたんですか？日本から来ました。そのために？他是为了这个想从日本来耶。这真的是日本的味道。他都写了竹地嘛。築地啊，築地なんですね。我之前去过築地，那个也是爸爸带我去的，然后那时候也是为了吃柚子烧。柚子烧。对，很有名。你不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那边要那么多柚子烧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很多的寿司店，对不对？那寿司店最基本、最基本的食物就是玉子烧，要当西梅柳林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寿司之眼小野先生，他的弟子做了10年的玉子烧，终于得到他师傅认可，他哭到一个不行。光一个玉子烧做10年，那就说一个玉子烧可以看出一家店的好坏。我们就来吃吃看，我可以吃什么口味？天母上，我到现在乌拉吉嘎，乌拉吉，わかる？乌拉吉と五目ご飯お願いします。哇！すいません。先看一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五哇五哇。うわ、美味しそう。食べてください。美味しいま。うめ。うめ。めっちゃうめ。非常的柔软。これやばい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。这个海苔有一种胡麻油的味道，然后跟这个五目ご飯这个饭 mix 在一起，超级好吃，我没吃过的味道。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，可能短时间没办法去到日本，我们先来到这里，马上可以品尝到很道地的味道。你们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真的很适合当早餐的那种类似台湾饭团的一个概念呢。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ね。びっくりした、初めて食べたこんな美味しい。看这，我都要流眼泪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真无语。可以来个甜的。又是甜的。那刚好，怎么那么巧，这里有蛋糕。嗯，有蛋糕。哎，日本人一年大概什么时候最常吃蛋糕？お花見。お花見。所以三色团子就被称之为花见团子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它要排粉红色、白色、绿色吗？红绿灯吗？白色的。谁该的？真的吗？几高？其实它是就是说，真的是赏花的时候呢，粉红色代表是什么？樱花在那个开之前的花苞。嗯。然后呢，白色是盛开了。然后呢，绿色代表新芽，它凋谢的时候新芽产生。啊，所以是真的是赏樱的时候，为了赏樱。做这个真的为了做这个，而且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，一家店专不专业就在于它的排列，一定要粉色、白色、绿色。哦，真的？正统。正统。那我想吃这个酱油团子。
看它吃就是一个美，就是一个美。もちもち。もちもち。那酱油的咸甜呢？咸甜感？我觉得偏甜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正统，没加那些蛋黄，超好吃。好多东西。真的很多东西，大家真的要来逛。真的来不及去日本，来这里真的可以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先不要看下面，我先注意的不是好吃的东西，我先注意到是有个帅哥 ，Ikeman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何かおすすめがあります？一枝公的草。他说里面有两颗的草莓。いい匂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いしい。因为草莓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，然后里面的卡斯糖 match 的很好。哎，他们店名很妙哎，吉邦菇，吉邦菇，这样，马可波罗游记，他虽然没有到日本，但是他当初就把这里称之为吉邦菇，就是说黄金之果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他有类似马可波罗的精神，就是呢，他虽然没有到过那个地方，他不晓得他将来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产品，但是他却做出这么多创意的东西，厉害。我看到了很特别的地方，真的，台湾独家加发售中。清酒冰淇淋呢？哎，没吃它吸引呢。我没吃过哎，真的。是哪里来的？北海道。北海道。哎，酒粕粕，有酒精还是有酒味？它现在还有酒精。哦，香气。那拿起来的感觉是软的。哦。不是那种硬硬的。是吗？有酒味，清酒味，好开心哦。生クリームみたい。生クリーム，真的。有淡淡的酒味，酒香。就一开始吃就是牛奶味，但是它到后面舌后面的时候，酒味就出来了。我很喜欢的这个。可是小朋友来这里也是可以吃。嗯。因为它酒精已经完全的蒸发掉，是零喽，所以放心的食用。喂，これはどこですか？这也是大分县日田的炒面，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用铁板煎嘛，它会煎的那个让面很脆焦脆感，而且他们会加很大量的磨牙席豆芽菜。哇，谢谢。好香哦！天哪，这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那你感受一下大分县的脆感。哦，它的面是比较粗的那种，我喜欢粗的面。酱油香气，有味，有呢，啪哩啪哩的感觉吗？它的面的口感很好，然后它的磨牙西给的很多，不能够到东京，不能到大阪，不能到北海道，我们来新光三月就可以。对，真的，哎，那是不是我们改买一下 omiyage 之类的？不能只光自己吃呢，我们真的一定要去帮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的粉丝谋福利耶，送粉丝吗？对，那你想要送什么？你刚刚看了那么多。我有看到一些自己想买的东西，但是另外要送人的话，也看到我的爸爸最爱送的东西。我爸爸最爱送的东西送给你们，你们的岳父送的。好，怪你们期待吧。那你呢？我刚刚已经看好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个地方我刚好今年到现在一次都没去，我刚刚看到它竟然也在这里也出现了。那我们去买お土産吧。OK, go.选择了，那我刚刚看到的就是说，我今年有一个地方都没有去，叫做金泽，石川县金泽，所以我刚刚看到的这个乌鸡安。我们只要带团去到石川金泽地区，一定会请客人说这个不买是你人生的损失。真的假的？因为它采用的是乌骨鸡蛋，然后乌骨鸡一年一只鸡只能生大概40到50颗蛋，你就知道它有多稀少。
我们买得下去。我们买得下去。可以吗？对对，反正钱不是我们两个出的。哦。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了。那我们就。这个吗？还是普通的。我们要送，当然要送金箔。哎、欸，这个金箔哎，满满的金箔。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金箔，原因是它对身体好，又养颜美容。你这样很厉害。大气吗？大气吗？但是相对的，你等一下要送的，你会觉得。可是呢，我也很有自信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我的爸爸最爱送。各位毛怪们，来自神奈川的岳父漂洋过海来见你。这是这个，这个是很有名呢、欸，小仓山庄呢、欸，很有名。真的啊，桌上很浮夸，但是真的很有名。然后里面的每一种口味都很好吃，这个很珍贵，所以我们自己不会买来吃，但是有人送你的时候，觉得哦，非常开心的一个饼干。所以我想送给大家这个日本人的感觉，然后也我爸刚好喜欢，所以呢，我要送这个搭配，这样。一个哇，这样子一个 set 哦。再来这个是送那么多炸过的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诚意吗？太有诚意了，我一定也会去抽。那我们最后再选一样好了，我们除了要有吃的，也有很高级的蛋糕，然后朋友来也可以一起吃的煎饼，我们来送一个精神上的东西。哦，精神上的东西有什么？让你瞬间在家里一用就可以觉得秒到日本。可以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那可以带我们去吗？ Go。嗨。满满的东西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。我们除了有吃的之外，有很高级的东西之外呢，我们要身心灵。这是什么？京都松茸堂的熏香。哎，我不知道。在你非常劳累的时候呢，你只要点上它一根，可以去除你全部的烦恼。哎，很有质感哎。非常质感。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各式味道的熏香。而且连家里有想宠物的都可以去点哦，真的厉害吧，很高级耶，所以我们要来送给大家咯。至于要怎么送呢？怎么送呢？订阅木曜跟月曜的频道，然后呢留言前我想要星光三月商品展的礼物，可以，就我们就会抽出俊香，我们送五位哦，这个是五位，也有五位哦，然后鲜贝是三位，来自神奈川爸爸的爱，总共十三位要送给大家喽，所以大家赶快来留言，就可以拿到这些很棒的礼物哦。最重要的是，星光三月日本商品展，它会持续的不断的进行中，希望大家有机会拨空来参加一下吧。对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嘿。最后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哦！活动期限内，消费满1000块的话，可以兑换得意的1000日本鲜明油哦。而且啊，只要在活动期间单日当店，你用 SKM Pay 消费满1000块，你就有机会抽奖一次。这抽奖是抽什么呢？日本指定地区单人的来回机票加饭店住宿哦。阿布，你买完了吗？还没。那我们就再继续去买去逛喽 ，Go！